2023幻彩耀豪岗日前圆满落幕，活动由去年12月起去到今年的2月25号举行，为居民和旅客带来了三个月的缤纷灯光体验。活动期间一共吸引了778万人次到访，遍布各区的灯光装置及光雕表演，充分展现澳门旅游加城市的魅力，同时带动各区人流，促进社区旅游及夜间经济。今次都是跟我們的即澳門的其中一個電信商去到攞回一些的手機的數據的，總共在這段期間裏面，即如果去按回個手機數據的話，應該有778萬人是去過這麼多個區域，其中有大概130萬人是旅客來的。對比回可以說11月的數據的話，在即幻彩耀豪岡這個期間，平均來說即說每一晚大概有15000人是去到這些不同的區份去到參觀我們的幻彩耀豪岡，對比回沒有這個活動的期間就大概是11000人左右會是去這些區份的，即是說我們這個幻彩耀豪岡可以說帶給不同的區份可以說一個30%多的一個增長率在這裡。我們看到尤其是我們即香港旅客在這個期間去這些區份來說，那個增長率都有40%多的，內地的旅客來說就應該有35%的增長，台灣的遊客呢也都有20%的增長去到這些區份。所以這個呢今次來說真真正正看到是有一個即旅客的帶動，亦都有一個人流的帶動在這裡，所以我們都很開心能夠見到。作為歷年來活動期最長的幻彩耀豪岡活動，還跨多個重要節慶，陪伴居民旅客歡度各個佳節。旅遊局跟親住活動熱潮，支持本地社團推出創新的延伸活動，當中包括幻彩冰雪樂園、2023幻彩夜關前以及創意型市集等，成功引客到各區遊覽及消費，惠及不同的中小商戶。我們都很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一方面是引不同的遊客甚至我們澳門的居民去到不同的區份裡面去看一些活動，甚至是去消費，希望能夠帶動大家是跨區去到消費的，甚至是遊客也都可以去一些不是傳統的遊客區去到消費。所以這個都是在未來來說，我相信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甚至我們都很鼓勵我們本地的一些社團也好，甚至是地區的一些的工商團體也好，或者是一些街坊團體也好，都可以是利用到我們的不同的一些的活動，不單單是幻彩耀豪岡，甚至其他的活動都是可以配套不同的活動的話，或者是我們資助他們一些活動的話，相輔相成去到引流，還有真的可以分流的一個作用。政府呢相關部門和旅遊局跟科局很重視北區，咁如果搞嘅活動咧，帶動咗本區嘅居民嘅人流同埋遊客嚟到呢個區嚟到去消費，這個的確係肯定嘅。我哋北區有興嘅活動咧，對於居民嘅參與度同埋遊客嘅量咧都有提升嘅。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引入一啲活動喺北區嚟個舉辦咧，其實對我哋北區嘅商户好、居民好，起碼多一個好去處同埋一個娛樂點。如果喺營商方面咧，喺活動嘅期間咧，對於營商嗰個環境啊、人流嘅增加係一定嘅幫助，同埋係一定嘅反響嘅。咁事實上而家對北區活動多咗好多，好似大笪地啊、光影節啊，甚至花車巡遊，咁係吸引咗一啲外地嘅遊客係熟悉咗北區嘅。咁事實上咧，而家北區經營環境真係困難咗啦。無論你澳車北上啦、澳人北上啦，咁你唔注入薪水咁咯，其實我哋生意係難做。但係有咗活動之後咧，明顯地個客路係有啲變化嘅。其實我覺得會好好咯，或多或少都會咧係帶動澳門經濟嘅。我記得好似係咪上年嘅年尾嗰陣時候咧，跑狗場有個燈光個展啦，咁樣同埋之前最近花車巡遊嗰度啦，試下諗下，可能一家大細出去去街個睇啊，咁啊你口渴或者係你肚餓，你都會去各區嗰度食嘢啦，咁樣始終都會或多或少咧都會帶動佢嗰邊嘅經濟嘅。为令居民及旅客感受更多澳门旅游加魅力，旅游局未来将继续用心打造品牌声势，促进旅游加跨界融合，助力澳门旅游业及整体经济发展。